北京时间9月2日晚，中超第21轮广州恒大主场迎战上海申花。而本场比赛作为主队的一方，广州恒大队长郑智以及后防大将梅芳因黄牌累积停赛，曾承因伤缺阵，刘殿座继续首发。而客场球队的上海申花本场也有多名主力不能出战。上海申花在上一轮的比赛中，后防大将把家俊因黄牌累积，本场将停赛，而荣浩则有回避条款也无法出战。作为球队的进攻外援邓巴巴因伤缺席，对此主帅吴金贵只派出两名外援莫雷洛以及关林，而在 U23 球员上则首发三名小将，作为球队功勋球员的高林担当队长，外援则依旧巴西三叉戟不变，高拉特携手保利尼奥塔利斯卡继续出战，其他位置球员继续沿用老班底。作为球队目前的进攻火力，本场广州恒大有望迎来一场大比分胜利。双方首发名单，广州恒大淘宝首发32刘殿座，23邓涵 U23 岳峰萧晴，5张林鹏，35李学鹏，16黄博文，9保利尼奥，20于汉超，24塔利斯卡，11高拉特，29高林替补，2廖立生，17杨立于 U23, 21张成林，25邹正，27邓龙，33钟义浩 U23, 40刘世博 U23, 上海绿地申花首发，27李帅，5朱晨杰 U23, 32艾迪弗朗西斯，6立鹏，2徐有刚 U23, 13瓜林，37孙世林，28曹俊定，10莫雷洛，36刘若然 U23, 15朱建荣替补，16李运秋，18高迪，19李晓明 U23, 20王云，22邱胜勇，29周志晨 U23, 39从俊 U23,